嗨，皆さん、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おおははようようごござざいいまます。あ、はい、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绘画。第一个，其实之前也经常说了，元気でね、元気でね。这个的话就是，你多保重啊，你多保重啊，或者是，再见的时候会经常说，我们之前说的是お元気で，之前是这么说的，お元気でね的话就是，你关系比较近的话，你可以说前面这个元気でね。这个是我们之前说了，这个是对不生病的人说的啊，没生病的人说。那我们之前讲对生病的人说什么？说的是啊。记得吗？哦，大一吉尼是吧？对生病的人说哦，大一吉尼，它的翻译都是啊，多保重。对生病人说哦，大一吉尼。对不生病的人说那个哦，更体的或者是更体的呢都可以。对，寒暄语的其中一种。这个比较简单啊，我们就不多说了。下面这个これ買おう，这个 o 的话是那个意向型，或者说意志，可以翻译成打算什么？打算怎么样？就是这个 o 它是动词的一个变形，然后就是它叫意向型，或者是意志型。这个型的话，在后面会讲到，就是怎么变形，在后面会讲到。在这里的话，你就可以把它那个翻译成打算啊，这是我的一个意向嘛啊，打算买这个。これ買おう，打算买这个，就是说啊，买这个，要买都可以。好，然后第三个这个确认是卡库尼，确认。卡库尼斯鲁内，卡库尼斯鲁内，那就是翻译，那就是中文了啊。我确认一下，那经常会前面加个コレカラ，卡库尼，コレカラ卡库尼斯マス啊，就是说啊，我马上去确认一下。啊，就比如说，哎，我问你，我这个快递为什么我还没到啊？然后那个客服就说，これから確認します。啊，我马上就去给你确认一下啊，確認します。那如果你想让对方确认的话，可以说ご確認、ご確認お願いします。お願いします表示一个拜托是吧？拜托你啊，确认一下。啊，这个是下面拜托你，これ好的，那ご確你说，認お願いしましょ不，う。もっとお願いしまご，す。ご確認お願いしましょう，没有这种用法，没有おお願いね。しましょう，します，打错了，します。
老师，前面我们学过的那个これにしよう和这个これ買おう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因为我记得绘画里面有个これにしよう，我就要这个东西，或者就是决定了。嗯，没有说これにしよう吧，これにします吧。これにします。对，これにします。します就是，にします啊，にします表示一种决定，就是说我就要这个了，就我已经定下了，我要这个。那个これ買おう和这个買おう的话是只是说我打算买，但是我买不买还不一定呢。哦，对对对，好的，谢谢。好，其他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一课。啊，这课上节课讲的是ています，正在做某事。然后我们看一下这节课的一个语法。这个语法之前，之前讲过了，补充吧，算是一个补充吧。首先还是这个马森卡、马秀卡和马秀，啊，表示一个邀请和劝诱。然后呢，这节马斯之前讲的马秀卡是一起做什么什么吧，表示一个劝诱、邀请啊，邀请你和我一起做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呢，这节课的马秀的话，它表示说话人主动承担某事。说话人主动承担某事，它的翻译就是什么什么吧。之前的这个马秀卡的话，就是要让你和我一起来做。那现在的主动承担某事就是我来做，你就不用做了。比如说这样的一个例子，说我来帮你拿行李吧，啊，我主动承担了，我看你的行李特别重，所以我会说，那我来帮你拿吧，啊，就不需要，就是不需要，不是说是我和你一起拿吧，我来帮你拿，然后这个时候呢，就用马修卡，啊，荷物を持ちマシオカ。啊，它还是 mas 形去的 mas 的一个形式。好，那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个那个，我来复印报告吧。デパートをコピーしましょうか。レポートをコピーしましょうか。啊，我来复印吧。啊，我承担了这件事，复印的这件事情。好，下一个我来帮你画地图吧。地図を買いましょう。地図を買いましょう。書きましょうか。書きましょう是吧？書きましょう。書きましょう的话，就是说这个词儿的话，它写成汉字的时候是那个书写的书是吧？它是当写讲还是当画讲？嗯，阿基马斯写作书，他表示写的时候，他写汉字，写什么什么东西。那如果他说他表示画的时候，他不写汉字。哦，画啊，他不写汉字。然后呢，画画的话，它还有一个动词。Engaku。Engaku 写作描。Engaku。Engaku 写作描，它是一个二调音。Engakimasu。这个的话，它也是画画的话的意思。这个它就
写汉字了。就是说你用哪一个都行。就以前的话还是用 egaku， 现在的话就是现在的书上用 kakimasu 也比较多了。嗯。嗯，我们看最后一个，我借给你伞吧。看伞哦，嗯，看你嘛笑看，看伞，看伞哦，看伞，看伞，看西，看西嘛笑看，看西嘛笑看，嗯，看西嘛笑看是吧？看西嘛笑看带写作带带出的带啊，就是我把我的东西借给你，嗯，用的是。卡西马斯老师，这个都是第一人称的哈，我来做什么怎么办？嗯、那如果要是说，那用的是说话人主动承担模式，那要是说你来做一下吧，你来 fin 一下吧，那就是太古大赛嘛，啊，就命令式了是吧？不，太古大赛不是命令式，它不是属于命令式，它只是没有那么礼貌的一种请而已，你不要对上级用就可以。老师，就是这个，我来帮你拿行李吧。这个是说我来帮你拿。如果说行李太重了，我们两个人一起来拿这个行李，能不能还用这个マチマシオガ？那你要看是谁的行李了。如果是对方的行李，就不能这么说。嗯，不是，如果不是，如果是对方的行李，反正你如果是对方的行李，我看着重嘛。那只能是，嗯，那个我来，就是马秀嘎，只能用这个。如果是我的行，啊，如果是我的行李重的话，想让对方帮我做，那不还是太孤单三姨吗？哦，那你如果给别人说的时候，帮忙的时候，那就是你自己拿，你不是说，哎呀，你这个太重了，我们两个人一块儿拿。如果是这种情况呢？如果你看着太重了，你上去帮人家一下，你又一个人帮不了。那还是用那个马修卡。不是说咱俩一块儿抬一下这个行李，意思就是我帮你一下，但是我一个人还，不是，你也拿不不动，我是，也拿不动，这个我帮你拿行李的话，它并不是说这个行李我要完完全全拿过来，你可能有三四件，我帮你拿其中一件，或者是你这一个大件的，我和你一起拿。哦，对对你不对，管是怎么的，反正都是这个毛奇马秀吧。OK，老师在这里边翻译的话，就是帮谁谁那个那层含义就表达不出来了，他就在句子里边就不用写出来了。我来帮你拿行李，那个帮不用，不用。不用。那如果，我们先把这个说完。那就是，那对方的话，对方的话就是表示同意哦，我帮你拿行李吧，然后说可以，就是表示感谢吧，Hi, お願いします，是吧？お願いします就是拜托了，你帮我拿吧。否定的话，我们之前讲过了，いえ、結構です。いえ、結構です。不用了。好，那我们再说一下，那个你说，请别人帮你拿行李。太古大赛这个肯定是可以用的，然后就是我们之前学到过一个，我请别人帮我干什么，我是不是得到了他的一种，帮助或者是恩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之前学过苦来玛斯是吧？苦来玛斯得到别人给我做某事，别人给我某个东西嘛，别人给我某个东西，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太苦来玛森嘎，太苦来玛森嘎啊。首先，我把苦来玛斯变成一个泰形，前面加上一个泰，就是你前面的动词要变它变成泰形，然后。苦来马斯嘎也可以，苦来马斯嘎就是，
能给我什么什么吗？那如果我再礼貌一点，くれませんか？ませんの话是否定，不能给我，然后后面一个吗？不能给我吗？就是那还是属于那种，啊，双重否定表示一个肯定的意思，啊，不能给我吗？你不能给我拿行李吗？不能帮我拿行李吗？啊，是这种感觉。所以的话，くれませんか还是更加礼貌一些。啊，可以用这三种吧，这三种都可以。嗯，那这个苦莱马斯，就这个苦莱鲁是你请求对方帮你做什么事？刚才那个是对方说话人主动给你说帮什么事，对吧？对对。老师，我们前面还学过一个毛拉乌，好像也是从对方得到什么。毛拉乌是对方主动给你的东西啊。哦，哦，然后呢，请，就是说请对方为我做某事，在日语中的表达特别特别多种。目前的话，我们就先记这两种，后面还会有，反正有一节课会专门说这个。嗯。好，那我们看下一个语法。下一个语法之前也讲过了，就是前面一个名词加嘎加动词，这个是属于助词嘎的一种用法，就是表示自然现象或五官感受到的现象，或者是客观传达某个事情。首先我们讲自然现象，就是这种天在下雨，海是蓝的，樱花开了，然后或者是什么鸟在飞，或者是那个天黑了，天黑了，这种都是，像这种全都是自然现象，都属于自然现象，他们的助词全都用嘎。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个说正在下雨这样的一个句子，阿美嘎后面的福泰伊玛斯，福泰伊玛斯表示正在下雨，然后前面的助词要用嘎。好，下面这个海是蓝的这样的一个句子，乌米嘎蓝是怎么说？乌米嘎，阿乌伊泰，阿乌伊德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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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要注意这个乌米。那五米的话，这个美中间是一个竖，中文是两个点儿。嗯。好，然后下一个就客观传达某件事情，就是说，比如说这样的句子说，米勒不在，他不在，就是说我只是想要告诉你这样的一件事情，没有加任何的想要强调的东西，也没有加任何的我主观的一个意志，我只是就是。单纯的说这件事情，就好像我们在说一个故事的时候，在很久很久以前，然后怎么山上有个庙啊什么，这种只是客观的传达事情啊，我自己的什么东西都没有加进去，这个时候你用嘎。我们看米娜桑嘎いません いません。米娜桑嘎いません，就是说他在也好不在也好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啊，我只是单纯的说啊他不在。好，下一个说今天有个派对。パーティーがあります。パーティーがあります，是吧？今天 今日パーティーがあります。我只是在说这件事情，可能我们公司今天有个派对，所以你想要找的人找不到啊，只是单纯的来告诉你有个，因为有个派对。老师，这个不用将来时哈，比如说今晚有个派对，这个日语里边有将来时吗？将来时和现在时不都是 mas 吗 ？OK， 好的，这个是嘎的一个用法。
哦，那这个的话就是14口的语法就这么多，这些。然后我们看一下大家的一个总结吧。上节课总结了一下，第一个之前讲的表示转折是吧？逆接转折翻译成但是就行了。前面是一个句子，后面也是一个句子。この店は美味しいですか？高いです。这家店很好吃，但是呢，很贵。好，然后表示一个瞬间或者是承上启下，它没有什么翻译比如说すみませんが、なになにをください。请给我什么什么东西，或者说之前我们第一课就学了失礼ですか、お名前は。不太好意啊，不好意思啊，那个，请问你的名字是什么？这个嘎，我们之前其实早就学了，但是它也属于一个瞬间，就是说我想要问你的名字，但是呢，我直接问，我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比较注重隐私嘛，我直接问不太好，那我一定要有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东西啊，失礼ですか？不好意思啊，我想问一下你的名字。然后就是这个第三个是あります和います这两个词儿遇到了之后，前面用が，車があります，无生命无意志的用あります，子供がいます，那个有生命的有意志的就用います。然后表示能力的这些词儿できます、わかります、上手下手。这些遇到这些词儿的话，前面用が日本語ができます、会日语。好，然后下一个表示喜恶的这种好き或者是嫌い，リンゴが好きです，或者是リンゴが嫌いです。然后表情感的一个好戏，我们之前学了想要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多加一个可愛い。口外意的话是恐怖的意思，恐怖的意思。那你可以把它翻译成害怕。那比如说，イヌが怖いです，表示一种情感，我害怕狗。イヌが怖いです。老师，如果表达就是说这个狗很可怕，那这个怎么表达呢？这一条狗看起来很可怕的样子，那不也是这样说吗？那这条狗看起来很可怕。首先，它的主题是狗了，那肯定你要用"哇"了。你要用"哇"，イヌワ、このイヌワ、可愛いです。那要是一路那可万一得是表示我很害怕这条狗，它表示一种情感，在这时候，它的"嘎"就表示情感。那如果你可以说恐龙伊努嘎可爱一点，如果你不加恐龙的话，伊努嘎可爱一点是，那就是说，我害怕狗，就是所有的狗一个统称。那如果你说恐龙伊努嘎可爱一点是的话，就是说这个狗很可怕，也可以，但是呢，它这个时候呢就强调的更加强调狗了，不强调可怕了。但是要用哇，而不是用嘎。你那用"你嘎"这，的话也可以。如果你用"嘎"的话，它其实更加强调的是这只狗；你用"哇"的话，它更加强调的是可怕。老师，那是不是这个用了哇以后，等于这个？可外是用来说明前面那个引入的，对。给它就相当于是英语的那个什么系表动词一样，它也是后面的来说明前面的。这我不太懂，就是说蛙的话，它不是提示主题嘛，然后后面的东西是都是前面这个东西的。那我只是叙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就用"嘎"，就说狗，我觉得狗很可怕。
如果我要强调这只狗，我给它前面就是要特别说明这只狗的时候，就要用哇了，对吧？首先，我们看“イヌが怖いです”。如果只说这个的话，一定是我害怕狗。然后，如果我加了一个限定，这只狗的话，“このイヌは怖いです”。其实这是一个“わが”的一个区别，“わ”和“が”的区别有很多，而且呢，它可以从初级一直涉及到高级。它就是，而且就是之前就。有人是专门研究这个哇嘎的，而且还写论文的什么这种，所以的话太深的我们没有办法去研究，只研究一些就是我们平时会遇到的。这个哇的话简单来说它是强调后面的，强调后面的。嗯，嘎的话是强调后面的是什么，强调后面的也就是谓语。嗯，对，谓语啊，它是强调前面的，也就是主语。主语，我们一开始就讲了说，说嘎是表主题主语的，哇是表主题的。然后呢，在这个句子当中，我强调的后面的就是可愛い，我强调的是这件事情。的话，如果用"嘎"的话，我强调的是狗，强调的是狗。嗯，它的重点是不一样的。我说可能以怒嘎可怕一点，或者说这只狗可怕，而不是猫可怕。然后呢，我用"哇"的话是强调的是这只狗它可怕，而不是可爱。它强调的重点不一样。另外的话就是，但是我就是想问一下，就说这个用嘎的话是不是就是说我觉得这条狗可怕，它不一定可怕，是不是有这个意思？嗯，你是说这个吗？啊，我就说比，哎，对，我比方说是我个人认为这条狗，我觉得这个狗挺可怕的，也可能别人觉得不可怕，有没有这个意思？啊，那个的话，那个的话。目前来说你这样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我认为我们后面会学到它的语法。哦，好的。加上它的语法之后才能这样的表现，你现在这个句子没有办法这样表现出来。嗯。这个就是哇和嘎的一个区别，但对他们两个句子的话他们的疑问句是不一样的。如果说这只狗可怕，可能以怒哇可怕一点是用哇的时候。他的疑问句是ですか？犬はどうですか？哦，是吧？どうですか？この犬はどうですか？你觉得这个狗怎么样啊？哦，我觉得这个狗好可怕。この犬は怖いです。那如果说第二个句子说，我要强调的是这只狗可怕，而不是猫可怕，那我应该怎么问？嗯。咋嘞？哦，用狗的话用哪里？哪里？哪里？对对，哪里？啊、哦，哪里是个人？可爱的，哪里个可爱的？是个啊？是什么东西可怕呀？啊，你回答了啊，是狗可怕。那回答也就是也用哪了？回答就是这个吗？回答是不是在这儿吗？嗯。好，这个是哇和嘎的一个区别。嗯，然后我们看最后一个自然现象加嘎，就是今天说的这个，它那个五官吧，也不是客观叙述吧，客观转述某件事情。嗯，你可以加上也行，不加也行。那个嘎的作用，反正就是说，不是那么重要了，要不然先加上吧，客观
客观叙述某个事情嘛。嗯。对，到这儿的话是我们学的嘎的全部内容。嗯，它后面还会有，还会有。那我们遇到再总结吧。老师就是这个表示这个人这个哈，米拉桑啊，伊玛塞和前面说的表示物的时候用什么什么嘎阿里玛斯和用有生命的时候什么什么嘎伊玛斯，这两条是不同的是吗？就往前翻，往回边是你是第几？那个说的是。那个说是有孩子、对对对，有车，就我有孩子，我有车。对，这个话是不在，它有两个意思，伊玛斯。而且这一定是否定吗？如果说他在呢，米拉桑啊，伊玛斯。可以啊，伊玛斯，可以啊。对，嗯 ，OK， 嗯，那他在，那如果要是也是想表达说有米拉桑呢？你表示人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有，我不能说我有一个米勒。好的。是只能说我有孩子是吧，我有狗有猫有孩子。嗯，可是好，那我们看一下这节课的那个绘画。首先这个是题目米豆里秋，米豆里的话是绿色的绿，秋的话就是城市或者是街道都可以。它可以表示一个街道，也可以表示一个城市，或者是表示一个什么什么号，就是那个，比如说我们家住在什么什么路的36号，那就可以说39楼口秋，是可以这个样子的。它表示那个号也可以。这里的话就是绿城吧，就反正就就文章当中的一个名字吧。米豆里丘啊，你可以说到这条街。Made onegai shimasu， Made 是到什么什么，那就是说请把我送到这个就是米豆里丘这个地方。嗯，好，然后那这个的话，它就是打车的一个过程了。嗯。卡里娜说：“米豆里丘马德欧内盖西马斯，请把我送到这个米豆里丘。然后下面这个是温腾修，温腾修就是那个驾驶员的意思。嗯，温腾修三调音啊，它没有长音，三调音。然后他说すみません，あの信号是信号。お右へ曲がってください。曲がってください。首先你看一下这个表示区是拐弯的意思。啊，在那个信号，就是往，就是在那个信号的地方往右拐。嗯，马嘎里马斯，它前面要用 o， 它前面要用 o， 在这里。啊，然后呢，这个 o 的话表示移动的场所，场所。移动通过的场所，因为这个移动通过的场所，我们看一下我们学的 O 啊， O 一共有三个用法，我们现在都讲了。第一个的话就是那个动宾结构，嗯，比如说那个ご飯を食べます，这个是最基本的。然后第二个是离开的场所，或者说是出发点。嗯，啊，离
어대마스대마스아离开家或者是隐身意识离家出走嗯那个大가구어대마스啊他的隐身意识那个毕业、嗯、然后第三个哦就是、移动通过的场所最基础的一个是 ONO 嗯 SAMPO SIMAS ONO SAMPO SIMAS 这个移动经过的场所呢它分它里面其实你可以细分一个是就是我们说的经过啊比如说这个哦阿嘎里玛斯这个哦玛嘎里玛斯啊第二个的话你可以说它其实是有一种走来走去的感觉你在公园散步你一定是走来走去的啊、所以这个的话你如果细分的话是这个样子的、啊、大致的话大致的话你就一种的话就还是这个 KONO SAMPO SHIMASU 这种这个是 O 的三种用法而且 O 的话、也不会有别的用法了、老师前面还讲了一个那个开销雅思密码词那个算哪一个哦那个的话其实吧你可以单独记它一它算一个特殊的固定搭配哦首先开一下哦雅思密码词请假雅思密码词它是一个自动词但是它前面用哦但是呢如果你可以这样单独去记它是一个特殊的语法那个词组但是呢如果你把它记得细一点其实它是属于离开的场所因为我向公司请假我要离开公司嘛我要离开公司一天也好、嗯、两天也好它其实算是一个离开的场所嗯 OK 好然后这个嗯再就是这个啊马嘎里马斯它是一个自动词它前面用 O好然后它这个文藤修说啊米迪的斯内啊是右边是吧这里的 斯内 表示一个啊再确认一下啊是右边是吧啊下面说嗨然后他说马斯古的斯卡马斯古的话就是直着啊直着直着啊直着走就是说、嗯、啊请问是直着走吗他可能已经拐过去了马斯古的斯卡是直着走吗啊然后他说哎马斯古一てください啊请你啊直着走这里的 A 的话就是 Hi Hi 的一个稍微口语一点但是呢 Hi 的时候它 Hi 的时候我们之前讲一个是是的是的另一个是在点到的时候说可以说在啊或者说点到说到但是呢你说 A 的时候呢它只能说是的它没有点到的意思嗯，好，然后我们看下一页。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马斯姆这个单词的话，它在那个马斯姆デクダサイ这个马斯姆是副词，如果说马斯姆デスガ这个地方它算是什么？是副词可以直接接デスガ吗？马斯古它有名词的性质有副词的性质还有那形容词的性质、哦、嗯好的知道了谢谢如果说那形容词的话你可以说笔直的道路马斯古那米奇 OK 就是吧日语当中哈主要是这个一般情况下副词它都有名词的性质就是很多、嗯、很多的副词都有名词的性质第二的话就是名词
它都有那形容词的性质。嗯，而且如果说一个词它又有名词又有那形容词，它一般情况下说用那形容词用的比较多。嗯，比如说我们就马斯库伊那，not 马斯库，马斯库伊那，马 not 马斯库伊那，马斯库啊，马斯库。我们就举个最简单的这个 Genki 它又是一个名词，又是一个那形容词。嗯，那如果我要说，嗯。那个精神满满的人是吧，那个身体很好的人，你用马斯古诺希托在语法中没有错，不是更体诺希托没有错，更体那希托也没有错，但是呢一般情况下它都用下面那形容词的性质，说你又有名词性质又那形容词性质，基本用下一个啊，你用上一个很奇怪，特别特别奇怪，嗯。好，我们看一下下一个下一页。嗯，他说あの花や。あやの前で。在花店前停，停在花店前面。あ、花やの前で、止めてください。啊，止めてください。请在那个花店的前面停车是吧？はい。嗯。せん。800円です。嗯，1800日元。好，然后他说これでお願いします。これで啊，就这样，就这样，这样吧，到此，これで的话哈，它有，これで的话，它就是就这样，然后呢，它的那种含义就是以。这种方式，以这种方式是怎么？嗯，这里的话就是说，他可能给了他这些钱，これで，啊，就这样，我以这种方式来支付，以这么些钱来支付，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呢，他这是他的第一层含义，第二层含义就是在上课的时候了，上课或者开会，上课开会或者演讲的时候，这种时候嘛，这种时候加これで的话就是。嗯，到此结束，就是说结束就到这堂课，就是下课了的意思。你就可以直接把它翻译成下课。老师一定是下课吗？比如说我们两个聊天，哎呀，我说太晚了，就聊到这儿吧。嗯，可乐的。聊天的时候也可以用。嗯。老师不可以说，聊天的时候也可以用，可以用。那你结束前可不可以说ここまでお願いします？到这里为止。有没有这样说的？嗯，ここまで不会这样说。不会这样说。嗯，ここまで它的感觉是从以前到现在，截止到现在。啊，而且ここまで。これまでば、これまで、これまで地方。对，これまで、お願いします。これまで就是从以前到现在的一种长期的，比如说，我和你交往了一年了，这么长时间了，像これまで終わりましょう，啊，到现在就到此时此刻，我们俩结束吧，一定是有一个长期的过程。嗯，对呀。那就说这个口来加呆就等于是以某一种方式，后面这个呆是方式的问题，那个是时间，妈呆是时间的截止点，对吧？嗯嗯，给。嗯，第二个是下课或者是那种开会结束啊什么的，开会结束。或者是什么演讲结束之类的特别多，反正就是一种结束，
然后这个时候经常会用これで終わりましょう。啊，これで終わりましょう。好，然后他说これで啊，お願いします。那就是给了他这样的一些钱。啊，下面说啊。3200円のお釣りです。お釣り是找零钱的意思，找的零钱。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这个お釣り的话要注意一下，它和中文的零钱不一样。お釣り的话一定是我找给你的零钱，或者是别人找给我的零钱。啊。这么说吧，一定是找回来的钱，嗯，找回来的零钱是お釣り。那如果我们买东西的时候，经常会说你钱是吧？你买了个8块的，然后我给你个10块的，还怎么的？他是说啊，你有没有5块钱有没有什么1块钱零钱啊？我找你5块啊，这种感觉，这种添加的那种吗？嗯，这种是コマカイオ。金哦，コマカイお金，コマカイお金，是コマカイ啊，コマカイあお金，这种的话是那种零钱，就是真的是1块的、2块的或者10块的这种零钱啊，就是细，你可以把说那种零碎的钱啊，零钱。啊，这种感觉，他们俩是不一样的，这两个要分开。お釣り一定是找回来的钱，找回来的零钱。老师，这个找回来的零钱是不是也可以是零碎的钱？就是它不一定是特别整的，不可以，可以只要是找回来的都要用奥兹里。就他找你100的也是奥兹里。那就是找回来的1块2块，就1角2角也叫奥兹里是吧？他不算，只要是找回来的，不管几分，不管多大面值，都是奥兹里。但这里边的コマカイお金，这个就相当于好像很小的钱，很碎的钱，就不算是那种，比如说零钱，100就不算了，是吗？那你要看你怎么个花法。你要是你现在拿个10000的，那1000的就算零钱；你要拿个1000的、100的就算零钱。嗯哼。OK， 我其实没看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呢，我理解到那哈就是。卡丽娜说的哈，これでお願いします。我以为就说啊，那就这样吧，不用找了。我没看到下一句说是还是需要找钱。那如果说那就这样吧，不用找了，就不这样说吗？これでお願いします。那他就会说お釣りは結構ですら。不用了，不需要了。お釣りは結構です。不用找了，会这样说。老师，这里边 “keko” 是 “keko”， 之前上一课讲过了吗 ？“keko” 的话，这里的话表示一种拒绝。嗯，上一课讲的 “keko”， 对，这是 “keko”。我讲的是不是有什么汉字？我忘了。“keko” 汉字是结构嘛？结构，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这个，还是这个奥茨利。如果你不加 o 的话，变成茨利的话是钓鱼的意思。啊，加上 o 是零钱，不加 o 是钓鱼。嗯，钓鱼的话就用茨利 o します。哦，茨利 o します。
好的，这是14课内容啊，大家看有没有什么。没有。14课没有问题吗？没有，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就看那个15课单词了。嗯。嗯，我们看一下第一个这个 okimasu 写作至。它这个至的话，也可以看一下它的写法。是放的意思啊，把什么东西放在什么什么地方上。然后呢，注意一下它前面的动词助词叫做に。前面的助词是に。那如果说我把书放到桌子上，本を机に置きます。把它放到桌子上。然后呢，我们之前学了一个，也是 okimasu 是写作什么来着？okimasu 是吧？起床的起也是 okimasu， 起床的意思，这个是放置的意思。老师，为什么哄我用我了？我只顾闹你，为什么用我哄我？把书放到桌子上吗？把书放到桌子上，这里的哦，那就是放书在桌子上。哪里哪里哦，哪里哪里你啊，表示一个怎么说呢？把什么什么或者是变化，表示它其实它的含义就是变化。你可以把它翻译成把什么什么，就是它的那种语感是变化。比如说，我把房间弄干净，它的变化点在于本身是脏的，把它变成了干净的。那这个 okimasu 把书放到桌子上，它的变化点在于它本来不是在桌子上的，我把它放到了桌子上，强调的是这样的一个变化。那我们看一下，把这个把房间变干净。黑呀哦，黑呀哦哦，干净是 clean， clean 是吧 ？clean 哦 ，clean 你，然后是啊 ，okimasu 是放置。洗 mas 就行了。洗 mas 是做干吗？对，把房间变干净，直接这个样子就可以了。老师不用打扫这个词吗？きれいに掃除します也可以啊，都行。部屋をきれいに掃除します。那老师这里边きれいに这个用に怎么理解呢？きれいに。就是哪里哪里哦，哪里哪里嘛。但是这个呢应该是放置在某一点，这个 clean 是个形容词啊。clean 是个形容词。clean 是一个那形容词吗？那形容词。然后这里的洗 mas 是表示变化。它其实把这两个语法，怎么说呢？这个洗 mas 在后面会学到，它就是表示变化的一个意思，把房间给它变干净了。
这里的你的话，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个目的。目前来说，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个目的，或者是一个结果。嗯。好，にします。嗯，にします。嗯，变化的结果。好，我们看一下下一个，这个说作ります。那老师，这个变成て的话，就是て吗？哦，这个上面这个，对，就是作る。作って。那个嘛，哭嘛，哭是啊，以哭是啊，以胎嘛，胎哭是胎，哦一胎，对，就是时不时得练一练，要不然就，嗯，那和刚才您说的那个就是起那个词，它是一样的吗？和什么词？就是个起，哦哭，起和止不是一个，音吗？它俩都是一样的，都是哦一胎。no 不是呀、啊，是 okiru 它的原型，它原型是 okiru， 那它的胎型就是 okite 是吧？它是个 okiru 是二类动词，嗯 ，OK， 它们只是 mas 型是一样的 ，okite， 嗯，对，所以你还是得看那个，就是那个看原型。对对对对，看原型。好，然后我们看下一个，这个是词库里马斯，这两个音写这词库里马斯也可以写作做，也可以写作造都行，他们两个都是词库里马斯。他们俩的区别就是前面这个词库里马斯是做的小东西，后面这种造的话是大东西。你比如说做饭是个小东西，你可以用。料理を作ります。那下面那个我要造个大东西，造个船了。这个东西在工业上比较常用。machine を、作ります。嗯，用这个。但是呢，现在的话，其实这两个字不大分了，基本上都用前面这个用上面这个用的比较多了。嗯。老师，这个自我和咱们平时说的那个思路还是有区别的，是吗？这个是，你看，这个是做制造，就是做饭的那种做，或者做东西的做，它一定是做的是东西。那咱不可以做料理をします吗？啊？不可以做料理をします吗？可以啊，料理をします也可以啊。这两个都可以，但是它的区别是在于什么？比如说我要做一个小工艺品，我就不能用洗马斯了，只能用此库里马斯了。它那种手工，它这种吧，是手工制作的感觉。嗯。啊，手工制作的感觉，你手工可以做饭呀。而且手工做饭的话，它有个词儿叫胎料理。胎料理就是我自己做的，胎料理的话就是我自己做的意思，或者说是我的妈妈给我做的，就是来出自于她手的那种感觉。那你这个胎料理是不是用的不光是做饭，就那小手工艺品啊什么，我也可以说胎料理？不是，胎料理只能是饭。嗯。只要说是胎料理就是饭。大老师说做作业的话一定用西马斯，不能用那个词库里马斯，对不？不能。嗯，只能用西马斯。那不属于手工。嗯，
首先作业不属于属物，而且这个洗 mas 它是它不是一个万能动词吗？它是在一些固定的词组上做搭配用的。嗯，是不是它抽象一点？就是这个洗 mas 那个 schooly mas 就是具体一些，你做出来一个饭什么的作业，因为这个是不是指的这个范围比较广？不是，不是 schooly mas 它一定是有钱制作的那种感觉。是不是有从哦那种过程嘛？就是过程第一步是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是这个样子。是不是从那个原材料，就是说制作出来一个啊，对，成品或者半成品，是吧？对，你可以这样理解。哦 ，OK OK。好，下一个是这个卖乌里马斯，乌鲁，然后它那个反义词是、啊、买卡乌。嗯，卡伊马，卡伊马斯，嗯，卡乌。好，下一个西里马斯，西里马斯西鲁，知道。西，哦，对，我说一下这个，斯库里马斯前面有。然后下面这个西里马斯西鲁，它前面有。老师，这个和 ovalimas 有什么区别呢？ ovalimas 结束吗？啊，不是，我说 wakalimas 错 ，wakalimas。它，你看，它前面用 o， wakalimas 前面用 ga。嗯。而且 ，silimas 它是那种感觉，就是。在不在呀？结束了，我是干的上班得西达，九点了。哦，好的，好的。那个我一会儿在群里说这个区别吧，那我们先到这谢谢老师。